在太原我就喜欢逛这个菜市场，特别大又宽敞，东西全，啥都能买到。马上中秋节了啊，你看拖着一车月饼，猪牛羊肉小吃早点花卉都能买到。你看这卖菜的卖肉的生意多好。我现在走到菜市场中段位置了，哎呀，这边又是这么多人在排队买东西，这不用看又是那个台湾吊炉烤鱼，来瞅一眼瞅一眼。老板娘 ，Hello， 啊，路过路过，节日快乐啊！节日快乐！啊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，好。这叫生意。回鱼还是罗非鱼？回鱼。回鱼。啊，哎，味道怎么样，大叔？啊。味道怎么样？还行了。还行了。嗯。你回去怎么吃？就今早就吃了吗？喝不喝酒？喝。喝啊！哎呀，好的。喝酒。你准备买一条多少的今天？那个有70的了。70的。哎呀。厉害厉害，他这个鱼很受叔叔阿姨喜欢啊。来，这是本地生活博主老莫啊，打个招呼 ，Hello。现在只有45跟70的。我先把那个。不要给钱，等一会儿。我不给你鱼，你不要给我钱，给我钱我还给你要钱哈。45的，你扫。因为我这是鱼是现做的，它不像这做好的，你来了就拿。这都是现做，我给你个剩的，你也不要。就得让你看着做，新鲜。啊，我们这主打就是现做现卖，新鲜。啊，这个网上订的也没。这个没关系，这个大，这个大。哎呀，这个大。这个是多少钱的？这个50。哦。这也行，我明天过来。你再找，你再找10块，我就直接就给你打包了。啊，好的。啊，9点哈。旁边这个北京烤鸭生意也很好啊，也在排队。城北菜市场这个中段位置，就这两家人气是非常旺的。它这边是一个海鲜区，这是大闸蟹，5个吧。这大闸蟹怎么卖啊？大闸蟹怎么卖？就75。75一斤。给我拿点就完了，你放心。这带鱼。往里面走就是卖牛羊肉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卖莜面的，这个莜面也是山西特色美食啊，莜面蒸饺。这边还有一个香酥牛奶棒。这边还有一个胡麻油月饼，神池月饼。这猪肉看着不错啊。这边有一个西安蒸糕，我经常买啊。来，今天过来再买几盒。这个是姜米啊，哎，是，好，都按10块钱的标准啊，哎，哎，要一点，这上面是枣啊，枣鱼啊，啊，我这一盒是姜米和黄米可以拼啊，嗯，双拼，就是黄米哈，是，黄米，这是姜米，两样，好，两样。就是北京豌豆黄，它就是纯豌豆做的。是。加连支付到账10元。哎，看这韭菜多新鲜！这边也有一家神池胡麻油月饼。哦呦，这月饼！还有这种大月饼。看这凉菜这么多。这边还有一个郑老憨，郑老憨放心馍，还有一个武汉特色熟食。好，走到头了，城北便民综合市场，这个菜市场挺好啊，
大家有时间过来逛一逛。它有两个门，一个是胜利街上有个门，这就是胜利街，还有一个在五一路上，